四日，有八卦媒体曝光刘雯连续三天现身井柏然小区。媒体称，井柏然6月28日杀青回家后，刘雯和助理29日下午出现在井柏然所住小区，把刘雯送进去后，助理离开。30日早上，刘雯出门工作，晚上再度返回井柏然小区。7月1日，刘雯从井柏然家小区出门做核酸，随后乘车返回自己家。5月份，井柏然骑自行车带刘雯被偶遇。6月份，媒体拍到两人共同出入一家酒店，这对实锤了吧？